所以爱累积足侪事，你讲有个人是安那那迄悟性遐悬，但阿免像六祖也好，广清老和尚也好，但是安那那个阿免读册，你讲啥伊就听有，迄拢是过去事，就已经拢。这经验都拢有啊，无底下人过去世人讲经验，人讲几千万遍去啊。吼，毋是头一届，较接触经典的，所以，迄是讲，咱过去都无好啊，听经讲经过，毋则讲啊，即世吼，咱爱搁有迄个缘吼，爱来认真听经讲经吼，看经。那修过的人吼，已经累积好几世，一定讲千万遍过啊。所以伊来这世间了吼，从细汉伊就知，有可能吼，你问伊啥问题，伊马上就当甲你回答。吼，迄个是真正讲啊，吼，很清楚，还是讲哦，趁愿过来，哦，有迄款能力吼。所以讲，咱修行，咱一定我们要累积这款那个福慧的资粮。哦，唔好讲啊，咱这世间啊，啥物都拢无累积着，愿力也无吼。啊，听到佛法这么陌生吼。哦，啊，若听到世间法，哇，精神都拢来，啊，听到佛法吼，都想要困吼，啊，烦恼都强要压起来。迄拢是过去世累积无够，哦，是安那那外口还阁足侪人，伊无法度接触到这個，迄个是已经沉沦很久，你著讲互听，伊也无法度体会，连吸收袂入面，吸收袂入面以后，故来的，伊都无兴趣搁再学落，哦，所以讲你。哦，恁即卖有诶经因缘啊，接到这个佛法，你一定爱吼，从刚开始很陌生，很难进入，哦，爱发那个愿力，不如那那一定爱入面，哦，会慢慢啊兴趣，会慢慢啊出来，哦，看你要拜佛也好，你要广结善缘也好，哦，你要做施舍也好，哦，啊，或者是讲啊。发解完，阁要食当斋也好，这拢是累积善根的一面。哦，卖讲哈啊，来这世间咯，福报开了了，开到哦，到尾啊，顺搭日子，搭唔知要哪过哦，愈老哦，愈老愈苦。哦，所以足侪人吼，即马退休了，唔知要做啥代志吼，伫个厝内就用坐也袂好势，行也袂好势吼。哦，啊，规工都唔知要安怎啊，烦恼的一堆吼，哦，啊，然后人个囝儿事事都拢有人个事业，啊，迄阵阵吼，无人个插你，你着苦啊，真正啊，个也无依靠吼，哦，啊，修行人无共，迄你愈修吼，愈修吼，人着愈身心愈清安，身心愈清安，着愈袂老个感觉。所以有時候修行人吼，你看伊年龄吼，甲伊个外表未准，哦，一问着哦，八九十岁，那看来敢那五六十岁尔，还是六七十岁尔，那安尼，哦，迄就是讲人迄款迄个，哦，迄个沉重、退化的那种
那种机能已经减到最低最低哦。所以不管是哦，你看到就是哦，足精神的哦，啊，而且足清楚的哦。啊，什么不好的习惯啊，拢无。所以你那接近这款人，哦，你看伊的年龄甲伊的外表不成比例，啊，做任何事情个积极、敏锐，哈，个清楚，啊，啊，道德个优风，哦，啊，恁都爱较认真，哦，接近这款的吼，那个大师吼，哦，会当自在，所以佛法是的，佛法是应该是愈修愈活泼，袂讲的愈修愈死气沉沉，迄是修唔到的，恁了解无？好，哦，嘿，上面叫死气沉沉的出众啊。那愈修愈死气沉沉，愈粗重，迄是修唔到的，还了解？照你来讲，这佛法是愈修愈活泼，越明朗啊，活泼了吼，佫袂放逸，啊，袂去犯戒，好，这个是健康。你若愈修愈死气沉沉吼，啊，佫看来爱。欸，奇怪，啊，都加六十岁，你啊看起来那千八十岁安尼，哈，啊，迄种是已经唔对去啊，哦，这嘛爱知吼，咱爱有警觉性，去管这个因缘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哈。因为修行的物件，跟文字上的物件还是有距离的。哦，文字是要给要，那是一个引导尔。哦，真正讲，要当有超越一关智慧，当脱离苦海，那是要实修。那真正你去经历过，啊，那个是咱爱。还特别注意的所在，所以有足侪文字的物件吼，咱唔好想去在意遐。你想去在意遐了吼，你会当卡伫遐，你都唔知你该有在哪一方面你要去突破。哦，小菩萨来这世间，他伊唔是干呐专门做一项代志尔，唔是干呐拢啊，这研究文字上的物件呢，唔是安尼。未来是不来？花月没来盖寺庙诶，去去也一人的造啊，来成就众生，哦，啊有的是要来医病，我有花月没来医病，啊有的是花月底下在家菩萨不，底下在家众中哦，去救下，哦在家众，啊有的是花月来当女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了要保护女人，啊安尼。咁了解，哦，所以有的菩萨来这世间，伊唔是一定爱变做男众生，唔是安尼。伊有阿时变做女众生，啊，为虾米要变做女众生？吼，女众靠我都接近啊，啊，无我若男众，你要接近我就困难啊，对冇？哦，我若男众，你要接有的女众要接近我就困难，所以也变做女众生，啊。他的业愿力，为了要保护，所以有些文字上的物件，咱就是大概知影就好，卖花很多时间在这点款，哦，但是。般若内底有分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甲实相般若吼。一开始是爱以文字先下手，无唔对，因为这上浅的物件。哦，
甲一个程度了，你一定要提升家己，看达灵观照，还是入思想入面。哦，所以这问题吼，有那时啊，咱知影就好，唔好了上侪时间伫这個，伫这顶关。有足侪代志，咱爱去学的，啊无学袂了啊。哦，嗯。好，咱继续看140页哈。哦，最后一行，比丘白佛说：“世尊，当其真上欲哈，因勤方便，哦，时就令灭。啊，那救会哈，救会去烧着头啊，烧着衫哦，对这世间的无常法。”啊，141页，佛告比丘：头衣燃，头衣烧燃，尚可障万无常圣火，应尽除断灭。哦，所以无常圣火比这头啊是三气要烧掉吼，更加重要。哦，这句就是佛陀讲的，讲吼头甲三，哦，就是着。哦，着火的时阵吼，还可以当暂时忘，但是这世间的无常法哦，无常法哦，比这火更加严哦，一定要哦赶快断除哦，为断无常火故哦，也要请求大师哦，断何等无常故请求大师呢？为要断色无常故请求大师，要断受想行识无常故要。请求大师来佛说此经以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，再来如断无常，如是过去无常，未来无常，现在无常，过去未来无常，这三世过去未来现在无常，如是八种救陀难譬经，这是一种譬喻经来对举例出来，如求大师，如是求种种教，随顺教，如上广说，如断义，如是知义，如是尽义，土义，止义，舍义，灭义，末义，亦复如是。这规律都足详的吼，尽啦、土啦、止啦、舍啦、灭啦、末啦，其实这规律都足详的吼。好，这咱看过了解就好啊！吼，来143页哦。如是我闻一时，活住社会国，其数及孤独远哦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未断无常故。当随修内身，身观住，何等法无常？为色无常，为断彼故。当随修内身，身观住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无常为断彼故。当随修内身，身观住。这个观住，就很像我们说的四念住啊。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。佛说此经以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。好，那144页最后一段啊。那就像是这样的断无常，亦修四念住